有神秘合音，对，因为我想说，哎，是不是有这种突然有一个好神秘啊，优美的一个合音这样，很好听。现在就是下一个女神啊，女神 Plus 啦，好吧？没错没错。那我们就来欢迎女神 Plus 范舒雅小姐。欢迎舒雅。Plus 是什么意思 ？Plus 啊。Plus 通常比较大只的手机。没有啦，是沙。谢谢，我穿配女生，效能比较好。我今天穿裤子，想说可以把你男生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哎呦，舒雅。怎么样？自我介绍一下吧。你是想说洗？哦，没有。我今天就是钱最硬的很赚的。我还是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舒雅。那我刚好也姓范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范范。今天是我们要庆祝这个城市舞台。 还有重新开幕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在团长准备歌曲的时候，就团长就说我们要有一些正向的歌曲。没错。大家听我的声音，大家也可以猜得出来，我声音比较低沙哑，没有沙哑，烟酒嗓。没有，我喝酒，没有抽烟。不要再乱说了，又 plus 烟酒嗓。所以，我平常唱的歌都比较舒服一点，那今天带来一系列这个。 正向的歌曲，好哦。那如果大家想要听不正向的歌曲，就欢迎 follow 我的粉专。好，带来第一首歌曲哦，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，算是民歌吧，对，民歌。然后我非常喜欢，然后终于夏天来临了嘛，阳光普照。对。然后这首歌。 蛮正向的，我这个还不正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可是我最正向的歌曲，守着阳光，守着防晒油。不要守着防晒油，现在已经不流行。那你现在用什么？直接BB霜。直接都助晒剂啊。哦，有助晒。谁拿防晒油啊？现在还是要防晒啊，不然更好，就是要平衡使用。对对对。守着阳光，守着。 Thank you.
歌曲真的，你有听过吗？我其实就是你选歌完之后，我就听。台上老师好像都不太有听过。对啊，这首歌其实连在那个年代，可能都不是说真的特别热门的歌曲。那你怎么会找到这首歌呢？哦，我有听过啊，那是因为你有听过。对，这是我爸妈很小以前很常放的一首歌，然后后来有一部电视剧很久以前叫做《光阴的故事》。What a wonderful world！
送给在场所有的各位。刚有没有听到歌词里面就有今天的节日？今天什么节日？今天什么节日？520。我爱你。来，小朋友，英文是什么 ？I love you。对，好棒哦！你好棒。I love you 歌里面，这首歌里面有 I love you， 还有 Baby's cry， 就是它是一首好累，不小心开太大，我喘一下。这是一首赞颂生命的歌，就是说我们活着真好，然后世界真好，有很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事物、人，然后彩虹、天空、白云、小孩。成生命这件事情，天哪，好正向哦！你对啊，你有没有看歌词啊？是不是真的出歌名啊？我就歌名而已啊，就你这样不懂艺术家哎、欸，艺术家是没有在讲这些细节，没有没有对，用音乐本身用感受。那你刚刚用音乐感受到什么？我就感受到那种你刚刚说的啊，彩虹啊，小孩啊，是吧？我都感受到。你那个彩虹，很像彩虹频道。好，不要乱说话。彩虹频道已经，我们这边也是说成人了，可以点玩笑吗？没有，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彩虹频道了。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才跟我讲。什么新东西？现在是悠悠台啊，悠悠台。不要再讲了。好。好，现在什么？再来这首顺子的歌曲。这首歌台下面有一个老师有听过，那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首歌。它是所谓的 B 面歌曲。有人知道 B 面歌曲是什么意思吗？以前那个录音带还没有 CD 的时候，就是卡带嘛。它卡带有 A 面跟 B 面，那通常 A 面是主打歌，就是唱片公司准备要集中火力让他们爆红的歌曲。那这首歌就比较是 B 面歌曲，介绍给大家，很可爱的一首歌。Thank you.
刚刚有听出来吗？歌名就叫《恰好的寂寞》，很可爱的歌名。啊，歌词听得懂吗？什么叫歌词？歌词啊，歌词，歌词哎。这首歌跟刚刚《What a Wonderful World》的那个意境有一点相同，然后就是他说，公车里啊，陌生人与我擦身而过，然后所以我很感谢爱过我的人，还有我爱过的人。献给520，献给大家。我爱，大家都爱。来，跟我聊个天嘛。好啊，好啊。你不要一直休息啊。不是。哎，说真的，那个水借我一下。就是你最近啊，好了好了，我们直接到下一个好了，因为我觉得下一个蛮有议题的，就是这个。法国歌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刚刚陈飞老师唱了那个台语歌嘛，还有客语歌。那今天我想说，那带来一首法文歌曲，因为就是有在唱法文歌这样子。那等一下我也想要先教大家讲里面的等一下副歌的歌词，大家想要学吗？想吗？想吗？很简单，简单。这首法文歌是相送界，因为我们教法文歌曲就有相送。那其实相送就是雄送，啊，雄送其实就是雄送。对啊，相送的法文，相送是它是从雄这个法文字来的，雄送。雄送。雄送。对。对。雄送，那雄送是什么意思？它就只是送的意思，它就是歌名。这个是很送的意思。好难接哦、喔，不是吗？可以给出一个麦克风吗？送，有点难接。送，我讲的是英文那个 S O N G 的 song， 就是歌曲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是这个意思。是是是，双送就是歌曲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其实对法国人来说，他们听不懂说送。我们今天想要唱相送这样，他们讲，因为所有的歌都是相送，所有的歌都是歌。那可是因为它是取那个谐音，所以相送法文歌在中文来说。那我们今天带来这首相送歌曲，那它是相送界的超级名曲，已经接近了什么等级呢？我用这个中文歌曲以来比喻，就是已经接近了东郭东强的等级。东郭东强是什么等级、啊？就是大街小巷，OK， 都会听得到的歌曲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。那它到底是哪一条大街小巷呢？它的确是一条。大街哦，相送大道。什么相送？你在？然后他一开始在说什么？相送大道不是一条大道吗？相谢大道。好，相谢大道。Hello， 相谢大道。有去过相谢大道的朋友吗？有吗？这边有。对对对，就是那条凯旋门前面那条，双色绿色。双色，我觉得那个是翻译的问题。对，相谢绿色。相送其实是翻起来是一样。相送。相送。相送啊，相谢大道是双色绿色。哦，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啊，双色绿色。他很尴尬。你们白痴啊！好了，我们不要跟你聊，我跟他们聊好了。好，你先休息。好，来教大家讲一下相谢大道的法文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它其实叫 the song city， 就是的，它前面那个是冠词，就不管它，我们就学 song city 就好。song OK， song song say 就拍 say 双 say d 第二双 say d say 啊，双 say d say。那等一下有到这个副歌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很简单。大家就知道那个旋律就跟没唱差，很简单而过的旋律。好，好，来这首《Les Chants et Lycées》。I'm gonna make you mine.
出来，对，所以你也猜了一卡，我猜了一卡，我就在这个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对，刚刚国元老师在中间拉的那个间奏，在原曲里面是手风琴，哦、那用二胡拉也非常有感觉，对啊，它的声响是很不违和的、嗯，很可爱的，对对，好，好，最后一首曲的、啊，最后一首，哎，这首歌我就不介绍了，那如果会唱的朋友们，大朋友们，我们就一起唱，那、啊、小朋友没有听过的，跟爸爸妈妈一起唱。这是我们的回忆。
舒雅，谢谢所见所闻的光。哇，我们非常感谢范舒雅，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鼓励。谢谢。这张有这个拍照的，我欢迎上传这个我。好、哦，太好了，我们这个女神 Plus。我是 S 姐，你的演出也是 Plus 级的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。我们把两位女神请下去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独挑大梁了。这个独挑大梁，对不对？我在讲了独挑大梁哈。所以新水乐团呢，之所以呢可以跟这么多好的歌手合作，是因为他非常有包容性。另外一个，他非常有即兴能力。因为我们看的谱啊，其实都没有二胡谱，也没有什么琵琶谱哈，所以我就是在这个谱里面呢夹缝中求生存，然后呢找到适合的方向。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现场即兴创作一首曲子，这个曲子呢的题目呢就由你们来决定。我们想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呢音乐就是生活，然后生活就是音乐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等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好了。今天由你来了吧。等一下呢我会这样子哦，我会说一二三请举手，然后好，哎呦，这位漂亮的小姐，请问你贵姓？陈小姐是这样子，你今天呢随心所欲呢要为你现场创作一首曲子，那这个曲子啊你要献给一个对象，拜托先不要献给你，献给一个对象，然后你要告诉这个对象一句话或是一个情绪，然后我们来做出一个曲子，你有没有想到？有。来，哪一个对象？就是前几个礼拜母亲节嘛，我想要献给我妈妈。哎呦，想要献给你妈妈，那你想要跟你妈妈说什么？就是谢谢她把我生得这么可爱，这么漂亮。哎呀，好啊，这个真是，是实话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就会演一首充满实话的歌，然后送给她的妈妈陈妈妈。哦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那这个如果是太不要脸的部分，我们就会先把它删除掉。好，来。这样大家都知道哈，这里都没有安装，这里我都不认识，所以你们出的题目越奇怪越好，这样就能考台上的老师们，好不好？来，数到一二三哦，那我们就举手，一二三。好，就是这一位弟弟和后面那个站起来。
们尽力为椅子做一首歌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希望你们下次能想出更特别的一个方式啊，或一个对象。好，那今天来到了我们乐曲的最后一首曲子，这首曲子呢是由我们做的曲子创作的，然后呢这首曲子叫做《盐酥鸡嘉年华》。大家有吃过盐酥鸡吗？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超好吃？我跟你说啊，叔叔啊，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吃一次，如果没有吃一次，我要觉得全身不对劲啊。那所以呢，我就决定呢，要为这个盐酥鸡来创作一首曲子。当然呢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他最第一名的盐酥鸡，通常都是在我家巷口哦，我家巷口都有隐藏版的盐酥鸡。那等一下呢，这首盐酥鸡在这首曲子里面充满了即兴演奏的感觉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这个琵琶老师呢，就很像在出题目一样哈，然后他会出个题目，出了题目之后呢，所有的乐器呢就要一个一个的模仿琵琶老师他演奏的感觉，所以在台上呢，等一下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，也就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他要出什么题目嘛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各位老师的表情有没有怪怪，然后也来感受一下你在买盐酥鸡的时候那份期待，以及咬下去第一口的那一份滋味。好，请大家欣赏盐酥鸡嘉年华，谢谢。
谢，我们是随心所欲乐团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厉害的乐手们。哎呀，琵琶小可爱最可爱的那位陈盈纯老师，还有我们的打击天后张旭老师，还有我们默默付出的写蜕变这首作曲者徐伟霆老师，再来是我们的贝斯手，大家有听到贝斯的声音吗？有，对不对？这个贝斯非常非常厉害，石头老师，还有刚刚终于秀了一段的爵士鼓老师陈毅老师，再来永远单身啊，不是，其实算是现在最厉害的单身汉啊，林修生老师，还有我是叶维仁，谢谢大家。最后，我们再感谢我们今天的绝代双骄，不是泛泛之辈的哈范舒雅老师哈，还有我们的范成飞老师，范成飞老师，哇，老师已经在后面了。好，如果等一下大家有需要跟他们合照的话，好不好？我就跟随他们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随心所欲乐团，然后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Thank you.